十起人又跑，这一下去，堂堂汴京还有个大宋都城的样子吗？机关兽已让汴京满城风雨，开封府已陷入，竟找到前坤宫上的传声筒，难不成这刺客就在皇城里？你到底是何人？胆敢用妖邪之法迷惑本官？这不像凡人，朝廷的人也太过了。 机关术落入歹人之手，他会为霍氏人，你知道吗？是为了把公叔家练兽师的机关术发扬光大。当今皇帝用机关术之后，世人便皆知我公叔家练兽之术不过是机关术而已，装神的鬼。